我希望您能记得您所拥有当下的那一份幸福是我让给您的，是一个在您眼里卑微的、贫穷的、一辈子只能守着一口锅的、微不足道的一个厨子让给您的。你能说到做到吗？我可以。阿姨，祝您幸福。妈，楠楠呢？她不跟您在一起吗？为什么不接我电话？人呢？您是要跟她说什么？您怎么就这么不喜欢她呢？我可没说我不喜欢她，恰恰相反。我觉得这女孩真是挺可爱的。您又试探她，结果呢？结果呢？结果我很满意。看来我儿子选择女人的眼光也不错。妈，您真的把我害惨了。哎，等一下，让顾胜男晚上过来吃个饭吧，顺便告诉他，我郑红的幸福不需要他来让。